杀害卓林的不是蔡奇亚，是哲哲。阿娘，以后别碰我的东西了，知道吗？看来你眼里只有凤袍，那我就让你看得到，穿不上。朕准备择日册封海福晋为正宫皇后。皇上，你说过臣妾是唯一的皇后，是无人可以取代的，皇上你三思啊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后宫美人计。